来了，我们又再次的回到纸嫁衣的游戏影片呐、啊，第三的来了。现在手机是出了第四吧，然后 Steam 版通常都会慢不多少了。啊 ，Steam 版要把那个垂直的画面呢、啊，还要变成适合电脑了。通常我都是玩电脑的啦。我刚才试了一下 ，OK 啊，我们来回来了，看了跟上一季有些什么关联吗？上一季如果有新来的观众没看的话，他们有个连接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是让你二爷爷给我下马威是吧？新人屋。不是的，彤彤。包包也弄脏了，这是什么脏东西啊？洗不掉的吧？包包，我也没想到，二爷爷他竟然会这样。你怎么会想不到？那可是你二爷爷，蠢男人。从家里面跑出来哟！干什么呀？差点把我甩出去、啊、差点就撞到人了、哎、不见了。什么呀？荒郊野外的哪里有人啊？刚刚我真的看到了，那衣服这边路上有几个人抬着花轿，还有人在大晚上办婚礼、啊、难道你可别吓我。可能是我看错了吧。嗯，车轮陷进泥坑了，我下去看一下。蠢男人，哼啊，那边有条河，我去洗一下。哦，不知道包包能不能洗干净了。啊，这么还是摔倒了吗？去到河边的杂物堆处，移开捡起木板。教学啊！哎，不见了！彤彤，我们走了。彤彤，哟。约一个小时前。哦，这什么茶呀，真难喝！哎，你二爷爷真慢，我们房间都整理好了，他怎么还没出来？嘘，小声点。二爷爷很注重礼数，女人挑剔长辈，他会不高兴的。我将来这个女生，你们家规矩真多，又不是旧社会大家族。啊，二爷爷。她就是我女朋友彤彤，彤彤，这是我二爷爷。二爷爷好。哼，左手拿茶杯，不成礼数，还有这打扮，像个小孩子一样，不成体统。像个小孩子一样。我亲亲他也是。这面相。木匠的，这什么表情来的？这什么鬼来的？这爷爷，你鬼上山呐、啊！爷爷，二爷爷，别这样。莫青啊，我早和你说了，这女人不合适，八字不合，面相也不好，哪儿都不如以前那个。以前那个？嗯、啊。你们，沈梦青，你们什么意思呀、啊？你们串通起来给我下马威是吧？彤彤，我没有。回去睡了？你回去哪里？这个女人还没过门就敢耍脾气，我就说了，这样的女人不能要啊！乖的表情、哎。您刚才的话确实太过分了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您不能总拿那些封建礼数和迷信来说事啊！不讲了，不讲了。从小就怕事，长大了还怕女人，没出息。懒得管你，爷爷也走。嗯，没锁啊？这样子的，关在这里啊。9点多，
看下这个日历，现在是几年？水用蜡笔画了几个圈？红是三、十二、二十九。怎么出去呢？拿一个木条什么之类的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那怎么办呢？要先找一个东西才能够把它挖出来。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。这柜子呢？这么的简单，刚刚好六个号码。这他妈的，哟，这什么鬼？哪一个螺丝把它扭开啊？另外一边的柜，哦，空的。下面呢？挂锁，三一二二九，没有什么啦，就只有这个啊。哦，它是有颜色，哈哈，干嘛蓝红？黑一二零三二九 ，OK， 一个碗 ，OK， 拿来，不用看提示了吧？放在碗那边呢，乖乖的这样子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来放回去嘛。不能放回去了，拿了一碗的灰来干嘛呢？今晚的宵夜有加料啦，兄弟们。然后呢，你走出来干嘛呢？追他，从来不锁。那鬼影都没有。咦，这里有一个小，太黑了。怎么开呢？这个灯，外面开这个电箱不行。这一扇门呢，反锁了，跑回房间里面了是吗？从窗户翻进去，窗户怎么上锁了？从来不上锁的。一般来说，二爷爷会把不常用的东西放在仓库里。可是问题是仓库里面这么暗，这里有个茶杯耶，茶可明目。我是身上就只有一碗香灰，哪里有人在这里这样子放的？这什么鬼了？我可以移动，这什么来的？射鱼离了叔叔，等等啊。没有什么提示耶，现在这是什么来的？那周围还有什么？周围没有东西哦。哎，这里有一个水壶，清水，放这香灰进去。香灰的水，我乱点罢了哦。香灰的水拿来干嘛呢？放在茶里面。哦，为什么没有逻辑了？那里有人这样子搞的？啊，死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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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呀，这种东西怎么记？我教你，我们有手机的嘛，点下去给他就好了咯。哎呦，然后我们用剪辑的魔法，咻咻咻咻咻咻咻，噜，哎。Very easy， 绿色是锂，我们要先把锂放上去，这个色要先把它搞下来哦，把这个锂拉上去，这没有很难吧？这是跟着那个茶杯这样子换不了吗？搞定，啊，这钥匙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开门进去了吗？哎，难道是里面的可以进来？是莫青吗？哎，这么晚了还在外面乱翻什么呀？我找点东西啊。
找你的媳妇啊，找什么东西？哎呀，快回屋吧，最近村里啊闹不干净的东西，晚上不太平。不太平？这里不是有一把锁吗？难道是这个的？是哦。我可以把那外面那个门的那个铁丝给扭开啊。哟，好像有个人。这是哪里像人啊？稻草人啊？勿弄坏草人，当心报应。这是一把刀哎。就是我要碰这个草人了呀，我没有东西租，一把剪刀哎，应该是风吹的吧，红色的神呆，手臂不见了，完蛋了，那个火桥又来了。怎么站着不动了？要怎么把它修好？要找到它的手啊！哟，切成三段。我以为要切什么，原来是切这个绳嘛的哇。然后呢，又再把它给绑起来三段。手臂不见了，我要先找它的手。哦，我直接点旁边的那个稻草，就自动帮我绑起来一个手啊，接回去。那剪刀，那剪刀。风太大的原因吧。那拿来夹炭的哦，这不是剪刀而已。夹炭？这拿来夹什么呢？没对夹。拿来夹什么？哎？哦，哟，开灯了，这里可以看，哎，把钥匙，柜子锁住，他写什么？呈送妹子娘，虐请梅，这什么哎？来新？不是啦，是这样子读的吧？新娘，虐呈请送，来子新娘，哦。可以点哦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要按呢。哦，铅笔哦。你的铅笔在干嘛？这大堆是什么箱子吗？纸箱。这应该不难吧？这个等等啊，这应该跟着排完了吧？这柜子不能点，电视机，哎，有个卡带，没有电池，袋子被扯出来了，用铅笔可以转回去吧？对啊，哇，完全的透露出我的年，可以先放回去吗？盖子没有打开。找电池，就感觉这一排就好像对完了了，这个错不了吧？这没有很难啊，这个，对啊，嘿嘿嘿 ，no problem 了。什么？铜制的指甲，尖端被磨平了。哎，这外面好像有字哎，这个吗？不是啊，这指甲来干嘛呀？指甲，铜指甲。什么时候来了这么多的客人？哎，门开了哦。啊，还没睡啊？来，给汤仙姑问个好。汤仙姑和我们家沾亲，辈分大着呢，你得叫太姑奶奶。这就是莫青啊，多帅的小伙儿啊，就叫我汤婆婆吧。
别找太姑奶奶，把我喊老喽。墨青啊，你去睡吧。来，我们继续说事儿啊。就是从丧林春荒了开始，得有半年了吧。影子飘过，又来了，今天比往常闹得还凶啊。谈些什么迷信的事情，找到东西就赶紧离开吧，我可不想听那个可怕的故事了。彤彤，可以进去哦。哎，不行，然后拿这个指甲来干嘛呢？指甲可以转得开吗？哦，可以哦，因为它平了。电池，哎呀，这个娃娃还动啊！你看。你从小就爱玩娃娃，这长大了还这么没男子气概呀、啊？去睡觉，别在这丢我的脸。走吧，赶紧去把那个听一下，这里面是什么？前请姬娘子送子来，前请姬娘子送子来。前请姬娘子送子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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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请姬娘子送子来。窗户的钥匙。冷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大晚上开我的门要行凶啊！哎，是我们自己开的。从墨青和我说想娶她那天起，村里就没好事。今天她一来呀、啊，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就闹得更凶了。哎呀，她肯定就是个煞星，来克我们家来了。少爷，行啊！你是个神婆子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你泼上去哦！什么？包包都弄脏了，这村里人精神都有问题，我要回家了。二爷爷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太过火了吧！这种情况，我们不能住在这里了。我先带彤彤回城里。这一招有点邪呀。怕是会引来啥不干净的东西，所以他真的遇上了啊！刚刚他在河那边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要回来找他了啊！应该是第二章吧。不久后就发生刚才的事哦。二爷爷脾气古怪。简简短短的玩到这里先吧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了，如果你们想看的话，拜。他直接把车就走了，没事。